质的，不是整个拿下来的。好绿哦，这个菠菜，待会就炒菠菜来吃，现拔现吃，对吧？对，最新鲜。最新鲜。最有机的，有机的，最健康的东西。铁质很高哦，这菠菜。铁质好像维他命 A 也很高。这边哦，他们都这样子，没有整颗拔，都是阿尼卡赫啊，才会一直长啊。都是拉叶子而已，可以拔好好几次啊。那你这个种多久？这个没多久呢，有苗，苗放上去啊，一两个礼拜，两个礼拜就很大了。是啊，因为天气开始变暖和，就很快，就长得比较快。今年天气都还没有怎么热到，所以在暖盆里面才比较会长哈。蛮热的啦。对啦，不错了啦。我看有沙拉也开始在大啦，生菜沙拉。嗯。我看哈，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、两个礼拜就可以了。再两个礼拜。嗯。哇。嗯哇，好大一把！水果，樱桃的树啊，开始开花了，有公有母，一公一母，这一棵是母的。现在长得好，开得好密哦，但是叶子一直掉啊。有花瓣看地上都是白色的花瓣。对，好像那个下雪哦，风大它就一直掉下来，掉下来它就会有长果实，小小的果实，绿色的。每一种水果都在开花。今年花也开很多，这个水果，这个苹果花，苹果是红色的，红色的皮，哇，开得很茂盛哦，开得很茂盛，好香哦，那个蜜蜂好忙哦，蜜蜂很忙，过来再采花，很清香的味道。开得好密啊！我还没开花的时候是红的，对，一个包，红色的，然后开了就变白的花，对，粉粉的花。嗯，你看蜜蜂，哇，它飞了到你的旁边去，看得很漂亮啊，整棵都是花。看起来好漂亮，超自然的。这个桃花，这个桃子已经开过了，开过了已经有小小的果实。来找一下，看这一个很小的，这个看到没有？我不敢拿，不要去摸它，等下掉了。对，这个很小的，从这里就要结果了。嗯，它开始一个小小的，比那个，你从这个角度看，啊、哦，真的一个包，对，已经有果实了，比花生还小一点。
太冷的时候它已经开花了，所以结果的不多。嗯，好，期待有没有吃得到哈？我们期待一下。什么草香味？